三季度公募中长期业绩榜揭晓，新能源板块成造神最多领域。2021三季度，全球疫情持续演变，能源价格飙升，经济增长动能虚弱，大类资产表现分化，结构性行情延续。问鼎数据显示，当季涨幅超 40% 的八只基金均为能源主题，成为今年以来无疑义的领涨主题基金。期间，上证指数触底回升，热点此起彼伏，一批抓住市场机会的基金经理创造了业绩新传奇，有29只基金涨幅超300%，新锐基金经理表现尤其耀眼。2017年以后上任的基金经理，占据基金经理三年综合业绩前五名。六，剔除统计日期区间内基金转型前的类型，与榜单统计的基金类型不符的基金，其中富荣沪深300增强 A， 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 A， 西部利的沪深300指数增强 A 和浙商中证500 A。未纳入股票指数增强型基金榜单，上同摩根中国生物医药未纳入 QD2 榜单。